团队呢，我们拍这影片呢，邀请大家来投稿有关于好事拍拍手这个主题。我们的影片呢已经截止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几乎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来了，我们要来看最终入围到总决赛的八支影片。没错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也不是只是单纯看看做 reaction 而已哦，大家呢要看这个台彩的评分表，我们来看哪一支片呢最符合这个主题性，主题性，同时呢它要具有创意度、执行性、传散度。哇！最后呢，再交由台彩来做最后的决选，最终我们就会在片尾公布我们的冠军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全部人都在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快起来！如果身边有人陪我一起散步就好了。蔡哥，那个应该是仙女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瓶中信吗？会是谁写给我的吗？管他的瓶中信，垃圾要丢到垃圾袋，不要随便丢到海里。他是我见过一起做好事，共创美好日。真的哎，他好像走得有点累。蛮可爱的，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很清新，反转蛮好看。他来两个人哎，因为那个瓶中信如果是写给他跟他告白的话，他就少一个让好事发生的机会。有啊，他有闹啊，他有闹啊，然后有好事啊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，好事发生。因为我以为是一个爱情故事，但没想到他很快就做结束，然后做反转。那那个微博，微博，不可惜，不可惜。这个画面一开始呢，它就是一个少女出来，哇，它这个调的这个色调呢，也跟很符合这个主题。正想知道要是谁写给谁的，是，然后他就说不用管，节奏不错了，对，节奏蛮快，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。哇，太多了吧，哇。效仿查克·史奈德的漫画，哇，很多慢镜头，对不对？我的解读是说他要中，但是呢，哇，中不下去了，因为世界已经腐烂。他那个手中的是绿色，对，然后找了一个枯萎的场景。嗯，来吧，下一步，来啊！哇 ，mask。说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就算做好事了。全线的人员真的是蛮辛苦，但他们前面开始装备就要弄很多，那个多热啊！整支片的完整跟主题性都很好，而且他最后还用空拍，用了特，用了那个巨石记录，然后最后还有把那个阻止的医护人员表达出来，对，很温馨的影片，看起来像会出现在医院的电视里轮播宣传的那种。一定要平安回来，知道吗？战术头盔啊，就是真的战术头盔啊。
下来一定有好事发生。下去不我下去。我觉得他的道具很屌。酷哦，太酷了。他是在讲疫情化的未来吧？我在讲应该是那个病毒害死他朋友，对啊，他想要他朋友，然后把他杀了，然后杀了他。他可能其实如果杀掉病毒，病毒会把他也害死，所以他在抉择。但是他觉得说，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报仇，所以他扣下那扳机，那也代表说他回不去了。我觉得他的执行力跟创意度都很高。执行率我可能会给到非常高。对，细节蛮多。细节蛮多。对啊，他有些精微会让我想到那个《地久禁区》的导演。对啊。字体一开始出现，让我就想到了那个普罗米修斯。哦。会想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这蛮重要。现实片场大概是这样，拆屋子的地方啊，或者是跟北北沟通的部分也都没有呈现出来。那可能因为时间有限，但我觉得它整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架构，这种写实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有代入感这样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它蛮厉害的地方，它是用记录的方式呈现这个好事。这个应该时间应该是花超长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下一部。我是一个外表冷静，但内心如波涛汹涌般历尽的狼。钱没得选择啊，现在我想做点好事哦。给我一个机会咯。饿了，你吃过吗？请问要到几楼啊？对啊，我们家是什么运输的？想到台北物语，哎，我觉得好人想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前面先吸引你，然后后面再做好事。对，它里面做了一件很好的事，就是扫大楼的楼梯间，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区域，对，公共至少门前血，但是他帮忙扫别人的血。其实我看刚刚那一支影片，真的，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点五味杂陈，感觉就是他真的从头到尾都自己。跟你以前一样，对对对，然后戴假发，然后自己合在一起啊。我们也不是像纯一次学校出手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摸过来，所以看这些片的时候会大概知道那个辛苦，我脑中自己会有现场的画面。对啊，我们就来了，好看，我要放球，桃园的仁善国小终于
在多年的奋战之后，在今年首度的夺下国小硬式联赛的冠军。牺牲多少，付出多少，其实你收回来的或许会更多。因为我以前烧电焊，所以我就利用我这个能力来帮助这些。当初我来这边，我附近有一个厨具新村，那里面的学生小孩子哦，晚上都乱叫，一点秩序都没有。可是呢，我在这边仁善国小弄了一个棒球队以后呢，这些小孩子呢白天练球，回去也要写功课，以后就睡觉，无形中变成一种秩序。到现在甚至可以让他们有两个已经打到职棒了。做不好或捡球很慢，搬东西很慢的时候，今天就会开始凶，然后开始抄我们。凶的时候会对你要求很严格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打不好的时候会有点没有自信嘛，会觉得会想太多，我就觉得他们要多给自己一点自信，这是比较正常的，希望他们继续努力。有一个比赛，然后可以打出好成绩。谢谢你。想说，同学们，等你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付出。同学，加油！他如果是放在那个募资平台上，我会想要投钱的。对，提供一个舞台给这些小朋友们发挥。而且重点是这些小朋友们还是真的有发挥到的冠军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，发现蛮多真实的好事正在发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喽！砖头。很热哎。如果石头没有移开，等等会有车子经过，那它可能会爆胎，爆胎会让车主暴怒，开启他暴躁的一天。他可能是名主管，在公司迁怒他的属下，而属下为了保住工作是敢怒不敢言，所以他有可能在回家后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在老婆身上。可是他不知道胎儿在25周时就能听见外界的声音，所以宝宝如果长期处在高压的情绪下，那股负能量可能会缠着他直到长大，更像病毒般不断四处传染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扩散给更多人。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石头没有移开。在来公司的路上，骑到了大直桥，真的看到地上有一颗石头。你有没有捡？我没有捡。啊！明天整个社会的混乱就是因为你，我害了一个胎儿，不止一个胎儿，它是后面会有个连锁效应的。对啊，但我地球就毁灭了。之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这种事情不难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你昨天看到这个影片，你今天早上就会捡到。我一定捡爆，我逆向还是会过来的。所以它有这个共鸣度。这个就出来了，它会让你去发现生活一些很小的举手之劳啊，对，往外扩散的感觉还蛮有趣的。其实它整体包括演技、剪接跟那个整体呈现音乐什么，都是我觉得画面的美感非常好，被吓到。如果以前像小饼啊、美国大黑啊，就是自己还是各工的时候，各工去报名这种会拍出怎样的东西，我也蛮好奇。其实说实在，我觉得比赛你会去看到别人的作品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不足的地方。哇，原来我离第一名还有一个距离，比赛会让你是一直在进步进步。好了，我们上方不要看，已经把所有的分数加总起来了，耶、yeah! ！
Yes, 好， yes. 我们加总出了那个前五支，不过呢，最后的冠军呢，其实是有台彩那边的裁判加总起来，才有办法选出最终的冠军。哇 ，A066的那支科幻片，对，哇，天花板就露出钢筋的那个场景，我觉得太屌了，被炫技，被炫技。可是我觉得他可惜，就是他的有自己的想法，会想要传达意境，但是重点还是要让看的人能够理解跟你产生共鸣，道具也是很用心。像我刚刚就听到诺基有说他有工兵铲，他们里面的那些士兵都是戴真正的战术头盔，他们重新彩绘，还不错。按照看片顺序来的这个 C077啊，这个果农比较真实的，我是觉得他那个格局很像公式纪录片，真的是就是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。从那个去关怀。然后呢，冲着家园。它等于是两个故事线结合在一起，一件由他做好事这件事。这种记录的形式最麻烦的就是他们要东奔西跑，这个格局是蛮大的。来到了 A177 的这个类似《无间道》的这个一人分饰多角的影片，一个人拍这样子蛮厉害，感觉就是所有的梗也都自己想的。他把他的喜感发挥到一个境界，我觉得蛮强的。他感觉就是真的可以当 YouTuber 的，对啊，节奏蛮明快的。他找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，然后去带入，大家会比较顺，就是比较快速，就是进入他要讲的故事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啊，来到我们的 A167 的这个棒球的这个记录。棒球蔡哥应该就看了会感动。我觉得这种事情都蛮吃力不讨好，就是哦，你要去帮助一个棒球队，那你不知道说这些棒球队他们会为你带来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他就是纯粹对棒球的一个热情，他这个行为是蛮令人感动的，给他们一个资源，因为当时也讲说他们其实培养出两个打直棒的，直棒的，而且我觉得中间去记录那些小朋友就是最真实的样子，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很吸引人，对，很可爱的。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后一次看的 A156 一个石头的那个影片，最强的是镜头语言，你不用用太多文字去叙述，反而是用画面去告诉人家说你想表达什么，这是影片最难呈现，然后它就是完全都是使用镜头语言在讲它的故事，就是很成熟的一个作品，而且已经很快就打到我们心里面，我现在记得清楚。回想，我觉得就算是他今天整个不讲话，或者是他把那个字抹掉，其实很多人都看得懂，这也是他厉害的地方。像这种广告宣传影片呢，最重要就是简单、有趣、大幅，全部都能达到。胖曲再胖曲，对，因为记忆非常深刻，然后那个主题也很明确。我觉得他的扣那个题目是扣得很紧的。对，待会呢，我们就把分数呢送到台彩那边去，台彩所有的评审呢，分数把它加总起来啊，最后就会选出一个最后的冠军。待会呢，我们就要去找我们的总经理了。Let's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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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各位上班不要看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卡卡卡，我是台湾彩券总经理谢志宏。那这是我们举办的台湾彩券好事拍拍手活动，虽然活动期间有受到疫情影响，可是大家还是热情的参与。那在此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让好事持续下去。那我现在就来开始公布好事拍拍手得奖大奖。那得奖的是大众组编号 A156。如果石头没有移开，那恭喜他得奖。那这部作品呢，它是用蝴蝶效应的叙述手法，好，以及浅显易懂的创意趣味的表达方式来拍摄。那故事的一开始呢，这个小障碍物呢，如果没有移开的话，会导致连锁的效应，也导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那甚至于会影响到下一代。那作者呢，也希望借此呢来呼吁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最后呢，是简单的好事呢会让好事一直持续在各地发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想肚子饿，不想肚子饿，不想肚子饿，不想肚子饿。这个影片 safe work， 耶、yeah! ！老板，你在唱什么？傻孩子，人总是要吃饭。